燕子 ，chicken。哦，哎，这两在跳，吓到我了。好厉害啊！嗯，好凶哦！这款游戏挂在我手机里挂了一个多月有了吧？好了，喂，我要怎么过这一关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、哦！哎，挺有趣味性的啊，懂？来一点难度可以吗？哦，抓狂了、哦！我可以撞人吗？可以耶！根本不需要那个啊！啊！我啊，突然没办法接受那个速度，我突然变慢了。反正我赢了，嘿嘿。小品类型的游戏啦，其实。什么增加是什么双向武器还是什么？买苹果，走吧。会爆吗？这爆是什么东西？我怕碰一下就没了。懂？哦，好多钱啊！哎、欸，那个会爆，还真的会爆哎、欸！早知道就不要去吃它了。那个是炸弹。你这只猪先生，我可以买你吗？你看起来好香啊！再买一瓶好了。这样子 OK 吗 ？OK 吧？哎、欸，哦，对，我还有这招哈、哦，浮空，浮空。我这个浮空按钮是有限的哎，二四六六个，就是我可以打六发出来呀、啊。哎，我现在这样子跳跃还可以攻击啊、哦，那么凶啊、哦！我还可以同时按哎，这个像素游戏做的还不错啊，很有智慧。哇，我想要买东西的，难度其实不高啦。有难度啦，应该是说它容错率是很高的、喔，因为你死掉以后又可以重来啊，是不是？有被炸到了、啊，嘣！有没有 boss 啊？我现在开始期待 boss 的出现了。博老师，我们出来相见欢喽！嘿，哎、欸，我感觉过了好几关了、欸。买什么？买，嗯，感觉后面越来越难哦，抓狂了哦！哎、欸，这什么？我想说他是那个什么陆地耶，啊！哇，我那个不见了，你看，可以这样子走哎，嘿嘿，蹦，一二，啊好，可以打六发，对对对对，喂。
我下面那个是可以按的吗？哦，不行，那个是我增益效果。哦，差点掉下去耶！忘了按两段跳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哎，他到底可以让我十几次啊？我今天玩了六分多钟了，棒球，是什么？糖果，再来一个，印章，再来一个，药水，破产了。哎，猪先生怎么不见了？我的猪先生呢？哎。哦，总算死光了。哎，其实是相当好玩的。好了，本期影片就玩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